Hello， 大家好，夏天又到啦，相信好多人都会去海滩玩嘅，嚟紧就介绍翻个好嘢俾你哋啦。咦，唔好意思，听个电话先。喂，做紧嘢啊，再打翻俾你啦。今日就系同大家介绍翻 MOMAX 最新出呢一个电话防水袋啦。新出防水袋有三种颜色，有我自己都好中意嘅粉紫色、夏日清新湖水蓝色同埋型格太空灰色。 经过我哋嘅测试，佢系达到 IPX8嘅防水等级，跟住落水玩都冇问题噶。虽然隔住咗块胶，但都可以用到 Touch ID 同 Face ID 功能。佢嘅 size 可以放得落7寸屏幕大嘅手机，例如 iPhone 12 Pro Max， 又或者比佢更大嘅 Samsung S21 Ultra 都冇问题。用法都好简单，将旁边嘅胶盖打开，咁就可以将入边嘅防水袋攞出嚟。佢有双重嘅密封设计，用之前将佢 pack 实再对接，咁就唔怕落水啦。 呢条挂绳可以较长度，无论你系想执咩挂颈都冇问题。最后再俾多个 tips 大家，每次用完之后用淡水冲翻干净，用毛巾抹翻干，咁就可以更加襟用啦。今次介绍系咁多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